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想住校。住校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住校怎么不行了呀？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不要跟我讨价还价。我在家学不进去，在学校更能集中注意力，还省时间呢。你不要跟我找借口啊！你哥哥之前也没住校，也没影响学习啊。人家高考不照样考得很好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多事儿？别一口一个哥哥说的那么亲热，我把人家当哥哥，人家可从来就没有想过把我当妹妹。你这孩子，我说。喂。你跟我到这儿来，给我过来！你装什么装啊你？明明就是你把染发膏的事儿告诉宿管的，现在在这儿装上哑巴了是不是？不是我，会不会说话呀？我看呀，你根本就不是哑巴，你不会是结巴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了，就是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头发染没染，老师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谁也不瞎，还用得着举报啊？明知道学校不让染头发，臭美被发现了，拿别人撒气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偷听我们说话？我们说我们的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那有门，你怎么不走啊？我知道门在哪儿，你以为我想管？这是公共场所，你们扰民了。你是那个新来的吧？叫林什么？林雨晶。林雨晶是吧？我们三个在说我们宿舍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我是谁？那你也知道我同桌是谁吧？怎么，想试试吗？你威胁我？我不想威胁你啊，但我也看不惯你威胁别人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不瞎啊。反正他是咱们班的，咱现在就去堵他。走。你刚刚说要堵我同桌啊？没有啊。行，那你们说话小声点，吵着我睡觉。那个，就是刚刚谢谢你，但是你会不会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嫌他们太吵了。俊爷，你猜我刚碰上谁了？之前来咱们店里修首饰的那个女孩，她是咱们学校的。回头问问看是哪个班的。不用了。你知道？我们班的，我同桌。哎，有何吩咐？走这边。你看，根本就没人理他。他就是校霸的同桌，他跟校霸做同桌不怕被打吗？估计也不是个好惹的，不然谁敢跟校霸做同桌呀？你们别这样说，他不是的，
今天体育课我们做仰卧起坐测试，一会儿你们两两结队自动分组，压腿的同学负责报数。好，给蛋拿垫子吧。徐如意，走，我们俩一组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三个一组。哎，老师，我们两个人刚好，要不然你让他跟别人一组吧。徐如意，来帮我压腿。同桌太孤立了，冲走冲走，你来帮我拿。没事啊，他自己可以。你这么相信他吗？哎，没错的。我俩刚汇合就找不着你了。哎，不去打个招呼。谁啊？我说他呀。啊，不去。怎么了？这钱房主。怎么娟爷也惹不起啊？你说啥呢？叶一清，我可知道你。钢笔呢？时间到了。什么时间到了？物归原主。你的钢笔托朋友找的配件，但是不知道你想不想装，所以就没让师傅给你安上。配件时间有点久远了，不过有维修说明，你要是想装的话，可以自己上手。多少钱啊？转转。我手链呢？晚上来电你呢。好。这姑娘可以呀、啊，这不挺讲信誉吗？哎呀，就是说话冷飕飕的，没啥人情味儿啊。可以。上学了，这个配件啊，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，没想到被他给找到了。新的一样。